所以这一集算是你一种宣誓，因为86集来几乎没有一集是三台都奥迪。你要告诉世人，你已经准备好接受奥迪这个品牌了。其实市场上你要找到原装，就是没有改装的阿玛，很少很少很少见的。那这一台就是那很少见的其中一原版件，中尾段哦，也没有到很凶悍。对啊，它可以开始破吗？也可以啊。哇、哦！我是宏达国际小林，我们一样持续高价收车中。现在如果要估车的话，可以私讯我们官方 LINE HONGDA， 或是我的 IG 470-30。如果你觉得官方 LINE 回复的不够及时，欢迎找我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再见。欢迎来到宏达来收车之宏达拍卖场86集。哦，有，你刚睡醒了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好累的感觉哦，非常非常哎，我们那一天那个 Volvo 已经全部秒杀卖完，表示我们会卖 Volvo， 成功。我们又来挑战不可能。这次你成功站起来，这一次你有心理准备吗？说是奥迪，我比较没有把握。可是奥迪这一次都是买比较新一点。对，比较厉害的，嗯，比较，而且其实有价差，我觉得就是新，然后有价差。其实奥迪我会怕，我觉得我会怕那种十几年的奥迪，八年、十年、十出头年那种奥迪。所以现在2015年可以估吗？你很好，你挑战到我的刚好是界限。我的想法，我比较敢的话，应该是5年内我比较敢。今天总共9台。前面3台就是奥迪的，所以这一集算是你一种宣誓，因为86集来几乎没有一集是三台都奥迪。你要告诉世人，你已经准备好接受奥迪这个品牌了。我被你的一个短片给那个弄醒了，我会耿耿于怀。一听到人家说要卖奥迪，叫到哪播哎？我说有必要这样子吗？那我给你一个机会来表达，下版我有一台车想要给你估。哎，什么车好啊？怎么好？大哥，你想卖什么车？我有三台车，都是奥迪，还有福斯。可以啊。哦，原来是这种反应。对对对。OK， 好了，我车在哪里啊？哦，大概是2015年的。15的什么车啊？里程数大概是跑多少？里程数大概20万了。好，那个最近奥迪可能比较，你看你。一号选手，2015年的R8，大R8。哦，是大的。你有觉得他非常的眼熟吗？有啊，这个人有几台？跟之前毅哥说的那一台是一样，然后他就是开了半年吧。不到一年，对，不到一年，不到一年又卖回来。哎，重点，我们的马丁还在哦。哎，优惠中，优惠中，不用300，不用300，还在等待有缘人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台那个有缘人已经先拿走了。半年这样赔了多少钱？哦，哎，可以问吗？不要讲这么尴尬。还不错，8折，还好，还好哦。哇哦，他有回答跟没有回答一样。全车碳纤维，原厂的碳纤维套件，然后改新款的钥匙。对，我们这次再来打赌，看哪台车卖掉。啊，还是这一台車。哇，内装真的顾得很好啦，因为他就是开走再回来，没跑多少。马丁再减10万，288。等一下，我发现他心不在R8上面。对，他现在一直在想说，妈的，那个到底什么时候会卖掉？他走三步就讲一次马丁，这什么鬼？那台怎么可能卖不掉？我跑18000而已。如果拿去放在别间店，你觉得会不会换个方式？还是就那一台就平常给你代步吧。我不要那么。不。我觉得我的车应该就觉得你太过了嘞，对啊。他在婉转的拒绝，我现在婉转的拒绝你，婉转，你不要挖这个天哪！赶快介绍这台，赶快介绍。2015年，现在里程数是52000，然后呢？实际上，他这一次回去又再多加了一支尾翼。除此之外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都是原装的。就是我们第一次买进来的时候，有跟大家说，其实市场上你要找到原装，就是没有改装的阿巴，很少很少很少见。那这一台就是那很少见的其中一台原版件。我们后来跟客人就是啊，近亲整数了，整数啦，3吧。你看，你好像在接他电话。这他是点嘛呢？二号选手，二号选手在不同台了吧？哎，不同台，可以再看上面那一集哦，撞过的那一台，太太撞过那一集，同款，但不同台，不同台，不同台，没有没有，还低他一个等级啊，上次是 S 的哦，这个是 GT， 2023年的e-tron GT， 然后跑9500啦，同色不同台，跟上次一样，就是要买这个颜色广告色，它还有全车犀牛皮，它选了一个完美电驱套件，然后这个套件里面呢有一个全轮转向系统。
对，然后跟一个那个他的那个水箱护照的套件，嗯、跟 CRV 证，这台赔最多了，不到七折，很可怕啦。而且我们现在是市场这边，我觉得新车快500，现在不用350。对，要的话赶快来找他们。三号选手，这个就可怕了。我们还有一台 SQ3 趴在那边。竟然在那么惨，怎么又有信心收这一台？因为它是 Sportback。哦、oh ，那外形帅蛮多的。你要我连续失败 ，S3 失败 ，SQ3 还躺在那边促销中。哎、欸，现在258吗？现在258.8。好，就用这台赚回来。248.8，好，没问题。我们从278是不是掉到现在248？来介绍一下这一台。2022年的 SQ3 Sportback， 白色，里程金跑8100公里，而且它有升级 FI 的中尾段。看屁股超好看的很多了。那你觉得它后座空间有差吗？就是 SUV 跟 Sportback 新没不在，这个新没坐下去可能满出来。你们这人在趁人家不在，然后这样。我说自信心满出来了，你是以为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在挑衅同事？搞错了，再来。空间还不错，你看它后面的空间还这么大。发一下。带黑色应该会更凶一点，我觉得这个车。哦。中尾段哦。也没有到很凶悍。对啊，它可以开始破吗？也可以啊。哦，有吗？啊，行李箱盖这里有贴犀牛皮算吗？算。有贴犀牛皮，那个后面那个置物空间的这一批表面，他怕下车那个啊，是表示这个会买奥迪人其实比双 B 保时捷的还要顾车，真的。嗯。他们当初花多少钱？这个新车多少钱？350几？54。354去买这个车，现在来跟我们买超划算，划算。现在来跟我们超级有价差，还要有爱吗？不用，你有随性一点，想买就买。四号选手，2021年的 S350D 短轴版，哦，这应该是 S Class 里面最好卖的一台，卖的最好的车，卖的最好，我觉得它应该算是卖的最好。低单价吧，那新车多少钱？450 W223 目前最新款的 S Class， 新车多光速，有热通风，标准黑色黑内装，对，好不多吧？好49000，49000算多，3年49000，1年才1万多，因为柴油的就是要多开啦，它那内装真的很豪华，就是最新科技，真的好帅，就是从 S Class 开始，它就是科技与美的结合。你是什么跟什么的结合？你是八跟九的结合，对，十七，你在改叫格兰。刚才好像也叫司机，我就司机，后座坐一下，也还是很宽敞吧，因为它有5.2米啊。你、欸、这个沙发感觉很软，软软的。好，这台2021年的 S350D 总代理里程数49000，最终收购价是298.8，有喜欢的找我们。五号选手，2019年的153，我们的改63路口，要么就是有一点小故事才会改，要么就是真的喜欢它的外形。那请问我们这一台是喜欢还是故事，还是喜欢呢？喜欢它有故事，小故事，它已经改好才发生小故事，哦、所以是它本来就喜欢这个右身 look 的外形，可是有不小心轻套一台阿提斯竟然只有小猫而已，它的水箱护罩竟然破掉，还好那是最外面，你应该没换了，我们只是换水箱护罩跟保杆。我要讲的是，因为这一台有收比较便宜一点，对，是因为、哦、有一点小故事跟里程多的，不然你等一下讲那个价钱出来的话，没一个大赚，对啊，人家会以为你很抠啊，你怎么收那么低？你怎么收那么低？我在你怎么这么坏？正常没有那么低，因为这一台跑86，不算原厂保养，对啊，还有装了冰丝贴纸。好，讲重点，现在市场上这个条件可能要卖在200。七上下，但因为我们里程数比较高，再加上你刚刚分享的故事，有被蚊子叮过。我们现在不用250，不用250，不用250，超便宜的，而且白色六满件，240，40出中尾，尾中好中中，有兴趣私讯我们，中出出了，双甲轰你哩，六号选手718 Cayman。这是2022年正2022哦，然后呢，他选到最紧绷369。哎呦，对，因为那时候还有所谓的奢侈税嘛。对。但我觉得保时捷是很好玩的地方是，是因为它是客制化嘛，从322到369，我每个人都48万，可是你要怎么选择最属于你自己客制化的保时捷？现在如果你去订的话，一定啦，一定做，而且你会破400，你就不是370可以解决，你就破400。因为我22年跟24年，我价格就已经涨了。
40几万。哎、欸，你说里面还选了什么？还有选电车后视镜、跑车计时套件、PSM 也有。但是这个 PSM 它其实不是气压悬吊那一种，它是直接把你的悬吊降低1公分。PSM 选配是83600元，跑计133,000。PDLS 的头灯，跑牌是标配。对，总代理有号跑牌标配。19年对，19标配。没错没错没错。倒车显影也要选，拍谁？38300。好，重点，反正就是选到好，對选到好来369。要买这个，赶快来找我们。好 ，OK。七号选手最保值的讲完这个，这个是最不保值、最不保值的车型吗？2019年的 Panamera 没选什么，光看它的轮圈就知道了。但是其实它该选的还是有选。360块，满点。不四驱恒温。Panamera 选四驱恒温真的是超对，我记得当初好像十万左右。对，没错。因为它要选四驱，所以面板看起来又更高级。对，坐后座的感受都不一样。这个新车是多少钱？全套？526，493的车价选33。黑色黑内装跑多少？48000。48000。最终收购价是292万。八号选手，2012年的 G63。一二的。我们上一次进来那台是15的，我们也有卖过14的，对，日规的。其实12、14、15其实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是这一颗5.5的引擎，没错，有那种滚水阵，然后哇，好凶，而且好像大家都会去花一点钱改，新款的头尾灯，改外观，花一点钱。可是这个还有多改个新款的方向盘，白色的，你看，白马王子，头灯有改，有改，水箱护罩，引擎改，轮圈，轮圈有改，那个小细节。它有跟车，有 HK， 有冷热通风，真皮椅。一二年要有跟车很厉害，要有冷热通风也很厉害。如果是我买这一台，我真的会把内装全部把它改成就是黑色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大陆还是杜拜？他们常常在改什么蓝啊、橘啊、Tiffany 蓝哦，炫到底。这种比较有一点年份人来花比较正确。对，你买太新的又觉得没有意义，花下去没有意义，因为它。就是还不会很旧，对啊。如果这个你看，这样一二年的已经12年车，我们如果来内装翻修一下，还是我们就直接拍翻修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哎，听着你来，要这么勇敢，留言许愿一下。有人要买我的那个 Lubicon， 哎，好，我赔多一点卖一卖。韩剧馆在旁边，韩剧馆在这边，太火了，有方便。好，有啊有啊。哎。我被它里面的水喷到哎、欸！哇，香哎、欸！一瞬间就被震撼到了，真的有，有种猛兽的感觉。对啊，好像比较有那个 B 位，是划算哦。九号选手，2023年的 Defender。而且这台是算小改款了、啊，这之后还有拔配备吗？它不是拔配备的，它是数位仪表板变得比较不一样，变指针。它不是真的传统指针，它一样是全液晶数位，是就是它的界面变成有两个指针在左右两边。对对对。月圆套件是要必选，它是有进阶家庭。对，进阶家庭套件就是5+2啦，就后面第三排座椅，电子气压悬吊10万，他们车这个也是必选，对，要选为什么？为什么差蛮多的？因为会开这个车的人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实用的配备啊。对，它是越野嘛，假如说你有一点。地形需要车子高一点的时候，或是你台北下地下室，我有时候就差那几公分，你地下室就跟我们刚刚讲的，有时候就差那幾公分、啊、对，就差那几公分，那个进不进得去，对对对对的感觉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对 对, 對，感受上就差蛮多，对啊，屋顶会顶到那个天花板，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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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重点里程超低，不到1000，哇靠，900多公里。超级新，难怪我看皮这个皮这么新哦、喔，没错。我们现在跟新车就是只有价差。对，新车302选配20几万，选到好331。我们最终收购价是277万点八，277，277.8，有价差哦，有价差哦，对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哦、喔，它、欸、还跑不到1000呢、欸，这跟新车基本上是真的是一样。最近买车一样，勇气十足，对，赶快找我们。有的车可能因为客人都讲啊，你抱抱看嘛，你猜猜看嘛，真的，真的猜猜看，真的，是玩猜猜。你我没给钱估过，大家都不讲价钱啊，我讲的又有一点认知，又有一点差，对，真的好难做。大家讲的价钱，大家 好。不过我们最近真的认知都差蛮多的，对吧？看我们报220，我人家报到230，我们也是一句话下去加到加回来。你有开口的机会啊，我们会对，我们可以讨论。你只要外面真的研究一圈啊，我们再来
再厮杀一下。对、啊、对，你如果都没研究啊，我们报个价，你又跟你认识的差太多，倒不如你去问个三家，货比三家不吃亏，比完三家以后厮杀，没错，最快这样子速战速决。今天九台到这里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感谢各位粉丝，我们已经10万订阅，再迈向我们下一个里程碑，20万订阅不是梦。各位干哥、干爸、干姐、干哥、干弟，帮我们订阅起来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要买车要卖车一样，找我们宏达国际小老鼠 H O N G D A， 还有我们的 M B， 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8点半都会有直播，特价再特价，每天晚上3、5日。更新，我更不知道。感谢大家，今天就这样，订阅起来，拜拜。订阅、按大家分享。